所以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不是，我说咱先培训，然后再预备的。在哪？不对呀！我固定了。不是。嗯。这光线不太好。嗯。刚好我给拍的很好，我这个拍的颜色还是挺清楚。你刚才拍了一把？不，我还没拍，就第一个。哎、嗯？你闪一下，你头照过来了。贾成哥，嗯，你头照过来了，我挡光了吗？嗯，你可能是反光的。有没有好点？嗯，有一点感觉。用那个跟肉眼看到的不一样，不好看。后面三个都比较慢，那个蓝色，蓝色太刺了。咱们待会儿如果能找到一片的话，我们手机固定好，然后就拍一个好点的，这样拍的话有点吃力，就没法给客户看。找个带架的那个，你是要切一块下来吗？啊，哦，是这个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没有切割机啊？切割机还不容易呢。不知道有没有，是不是用切割机切？是的。这机器真空里边这么多切割机呢，随便上去就搞一个，这么慢的那个。等会儿手机放这儿拍吧，拍完了之后自好。嗯，这样还颜色还挺正的。嗯。
还一个是吧？对，要不我帮你拿着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能坚持。最后一个非常慢。还没打完，累吧？你猜？我猜肯定是。能不累吗？操！那个支架，你下回在拍的时候拿支架来。嗯。它是几个颜色的？是？嗯。我感觉它是不平啊，什么事？对，你这个均匀，你这个机台有点不平。机台不平。不知道是机台不平还是哪不平，反正右边。它那个这个对这个屏幕要求很大吗？嗯，对这个屏幕要求很大吗？对焦距要求很大，真的很高的屏幕。估计也差不多，主要是那个蓝色嘛。Yeah, well, I'll tell you that.